陈醋酸辣粉来了哟。这个酸辣粉是越泡越多，搞忘了放花生米了。吃啥的泡一桶酸辣粉，这里面就只有红薯粉、饮用水、食用盐。还有豆皮，叫麻鸡爪活动，然后他今天是活动一桶750克送一袋250克的鸡肘子，过了活动就不送那袋鸡肘子了。这个就是鸡肘子的部分，这个里面是零添加。汤汁可以拿来炖土豆，可以直接把那个鸡爪子拿来一起炖土豆，也可以拿来拌面条、拌米饭、拌黄瓜都可以。我这一盘是吃了一些的，吃起来好过瘾。越吃越香，再来一个鸡肘子。一个月只有一次活动，
喜欢鸡爪子的姐妹可以去看看啊，拜拜。吃饭，今天吃豆豉虎皮辣椒。姐妹们，这个农家手工豆豉今天是开的活动价格，每一袋0.5米，大家可以直接吃，可以做豆豉虎皮辣椒、豆豉回锅肉这些，还有我自点的作品是豆豉虎皮辣椒的教程，这是1斤的，炒熟的，1坛1斤。这豆豉拿来焖鱼、焖排骨、焖鸡肉都可以。好像